在这儿就听我的这一段，给你画幅中国画，那就由我来官宣，让过去一年翻篇，用我的这段说唱在你家电视播放，一家老小的团聚，用温暖去做了含义，华夏儿女准备完毕，把幸福和快乐传递。耶、yeah, 全场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把双手都拍起来怎么样？正月里来红梅花开，开出一片火火的